欢迎来到我的 channel， 我是西瓜。今天的天气 good 呢，本来今天是要去那个 vintage 啦的 pop up store， but 今天有点懒惰，反正我还有今天还有训练，就是要跑5公里。今天非常简单，不过它的训练会比较特别一点，就是要间歇跑五冲停冲停40秒。跑，然后20秒休息。OK， 我直接等一下就从我的家跑去公园，大概有3公里多4公里啦。然后跑到那边刚刚好再补一点，哇，后面超别光。然后就这样。然后等一下去公园嘛，跑完步就打球。哇，我就放在明天拜六礼拜休息日嘛，没有跑步训练，所以明天 shopping day。带你们去看 Vintage La 的 Pop Up Store。然后我现在先把这个这样大家的相机搬回去家里，然后我再拿电话就好了，这个太大力了。今天的马拉松训练结束，5公里 easy， 果然还是要睡饱吃饱也才跑耶。5公里啊，很快就跑完了 easy， 打球打球打球。我现在又回到家里，准备要剪片了。刚才量了体重一样没有变，62。然后今天好短啊，我看我就分享一下那时候我去新加坡的靠北靠步吧。 OK， Let's go。来到新加坡，这里是新加坡最大间的嘛？这里是新加坡最大间的嘛？哦，对，新加坡最大间的，而且它里面，所以我先介绍先，因为里面太潮了，所以我先在外面给你们讲一下，里面它是非常大，然后还有各式各样的那一个游戏机。如果你有以前有看过戏，还是我们马来西亚是没有这样的东西啦。现在我不知道在别的州有没有，我们新山是不可以开，拿不到来生。它是你玩各种游戏，它有各种游戏啊，踢足球啊，那种小游戏啊，篮球机啊都有，然后它会出很多 ticket 给你，然后你就可以去换各种各样不同的产品，有 camera 家庭用品还是模型之类的，全部都会有在里面用 ticket 换。所以我今天主要来是打娃娃啦，所以还有听说这里是非保不出的，所以我今天先试一下它这边的娃娃机，而且应该是全部正版的，我刚才绕了一圈，基本上应该是全部正版的，所以现在直接 Let's go 进去看。那我们先来夹这个大胎的娃娃，我只会夹一次啦，因为基本上应该是不可能出啦，这样子看。不过还是很想玩一下，这样大家甩起来什么感觉？不可能加到了。我要这个，我要这个。什么呀？这个是那个 Toy Story 的，这个试一下可不可以？他们是想飞保不出啊？这里是没有的甩爪啦，所以不要想太多。没有，这样子没有甩的，甩不到了。所以要看他可不可以这样带出来。你觉得这个比较机会？可以直上直下，只可以直上直下。你要勾勾带啊！对啊，这个太软了，太软了。多了，其实上麦就有了。十
看啊，来这边都是肩包啦，就可以支撑支架。尤其是圆的东西更难带。希望这次是保家。他会扶就有机会了。他的手如果插得进去就 OK。要学六 T V 啊，我们每次在日本夹这个。试看扣好两个脚。哦，这里很多都是300。就是三个都跟马来西亚应该快半乘三，4.5哦，4.5一次，不过还是也是正版的啦 ，OK 啦。我本来还想要擦他的手，可是他不可以去到太里面，所以。OK， 今天的影片应该是很短吧，所以应该是废片一直。不过也跟你们分享一下啦，这里的那个靠北靠步，你们很有钱的可以过来打一下，可以过来参观一下，那边的东西都是正版的，蛮不错。然后真的是高消费的地方，所以我是不会在那边消费太多啦，纯粹分享。然后这集应该就到这边 ，peace out。啊，还有一个东西可以给你们看一下，后面这个Sunset City的喷水池。呜，好漂亮！呜，我头发乱了。